五颜六色的波斯菊美不胜收，彰化秀水花海今年扩大举办，花海面积来到40公顷，足足是往年的2倍大。还有新亮点。 一块一块不同颜色的波斯菊，从高空看，花田变成绚丽拼图，就好像是外星人来过所留下的神秘图案，让民众大呼好像来到国外，很有层次感。不输日本。镜头转到云林林内乡，这里也有花海可看。来这里看，绿松花海。 正好天气，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出门踏青，民众拿出脚架自拍杆与波斯菊开心合照。我非常棒，这边感觉空气又清新，对，人又好看。今天装扮的主题，公所也在周末举办花仙子比赛，小朋友们身上装饰着各式各样的花草，在台上争奇斗艳，模样可爱。 通宵这条通往挑岩古道的必经之路，绵延溪畔长达2公里的鹿屿松，每到年底就会逐渐转红，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。最近才越红的，为什么呢？最近因为网络上社团啊那一些，哦，有人PO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各地百花齐放，不妨趁着假日跟着亲朋好友与花海鹿屿松来趟浪漫约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